将会来到这个我们的媒体中心的是梁咏琪。哦，梁咏琪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各位媒体朋友们一起迎接梁咏琪。恭喜琪琪，哇，非常美的琪琪梁咏琪。来，我们先这个请媒体朋友们拍个照，我们从左手边开始好不好？左手边。左手边左上方有一个摄影机，然后再从左下方慢慢的将你的目光扫到中间，然后再移到左手边。好，是先左手边，对不对？左手边完后，好，慢慢的再移到正中间。好，正中间，正下方。好，在右手边。右手边有拍到吗？好，右手边，然后在左手边，是不是？好。都有拍到吗？啊，女神降临，这个闪光灯闪不停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朋友，请工作人员来上麦克风。首先要先恭喜一下，谢谢，因为昨天5月5号才刚在这个台北的国际会议中心，而且是首场演唱会，大成功，对不对？谢谢。恭喜恭喜，今天就马不停蹄的来到了高雄。很开心，因为昨天做完演唱会之后，其实很感动。其实我是还蛮抱着很轻松的状态去，就好像跟歌迷去享受这么多年的歌曲心态去做，所以比较没有压力，所以就觉得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很轻松的。很轻松的，对。那我想，这个昨天5月5号刚刚举行了在台湾第一场这个售票演唱会，我们也都有看到报道说，你其实心情是很感动的。对，然后今天又马上5月6号来到我们的高雄巨蛋，也是参加一个音乐性的颁奖典礼。那我想台湾的乐迷也想知道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新的音乐作品跟大家分享？新的作品会有，因为其实我去年专注在拍电影上面，那今年呢就会在演唱会跟在专辑，所以我在暑假的时候会去我新的国语专辑，对，所以很快大家就会听到我的新作品。其实每一次，像是前阵子在宣传这个演唱会的关系，只要一播到梁咏琪的歌，不管是早期的短发时期，或者是之后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抒情歌曲，其实每一首歌曲大家都有它的故事，就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赶快看到像梁咏琪的新作。是的，所以新作也即将要出来了，相信锁定 TNF 就可以听到琪琪的新歌。对，当然。再一次谢谢琪琪梁咏琪，谢谢，我们来到2021的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，谢谢，谢谢琪琪，欢迎光临，请到后台先稍微休息，谢谢。